九灵，明天你要进宫了，紧张吗？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真相大白的这一天了。天有公道，你定会得偿所愿的。程宇跟我一起回来的，怕他出入九灵堂被人发现，我安置在云霄阁。他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他很好啊，经历的事情这么多，成熟了许多呢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大家都成熟了许多，我也不再是以前的楚九灵了。这不是坏事啊，这是成长。但你还是那个你啊，还是那个我的九灵，没变过。刺杀北齐皇帝很危险吧？哪里危险啊，我来去自如，半点伤都不曾有过。真的？能够保天下百姓的安康，就算是死我也愿意。换作是你，一定也是这样。以后你若再冒险，任何时候都要记得我在担心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想，我才知道我有多害怕失去你。我无数次的想，什么时候能够收到你的来信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我身边。我们相见的场景，我想过千千万万遍，每次我都告诉我自己，如果真的等到这一天，我要永远牵着你的手，再也不放开。九灵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每次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空空的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想，如果你无趣了，没有人逗你开心怎么办？我在想，你被欺负了，受到委屈，没有我在怎么办？在刺杀北齐皇帝的时候，我唯一活下来的信念就是你，九灵。我组织了很多语言，就想在见到你的那一刻说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上帝书所人书山河完成，上与恨未被心吞。是多一个一腔赤手花永恒，功夫折中窗灯繁华几寸，重写人生回眸心疼。余生有你共持生奋不顾身等青春，功夫折中窗灯繁华几寸，重写人生回眸心疼。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爱你。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爱你，九灵。Thank you.